喂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菲利西亚，你呢？我叫焦西，你住在哪里？我住在布鲁马汉布匹巴兰班麦，你呢？我住在巴马达的根基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今年12岁。你在哪里读书？我在优素大学读书，你呢？你家里有几口人？也在优素大学读书，我家里有5个人，你呢？我家里有三口人。很高兴认识你，再见。再见。